好，呼兰同学留一下，留下堂，我感觉你好像需要单独补下课。行，其他朋友们撤吧。好，回去练了。好，其他同学都放学了是吧？但他们放学了，呼兰同学留一下。我们还要干嘛吗？咱们没事了，可以退了。退了是吧？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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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啥要把你留下？老师是欣赏我的才华是吧？对。成哥，来吧，咱们再试一下副歌。来，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我憋憋憋的憋得慌。哎，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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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刚才可能听错了，我估计可能是国仔。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事只往心里藏。我留错人了，呼兰，你先走吧，我把徐志胜找回来，我觉得是徐志胜。哎，咋了，王老师？志胜同学，啊、嗯，那个，我刚才发现我留堂留错人了，我刚才逐个的筛选了一下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他们身上，好像是有些人滥竽充数了。你的别别别别别别的慌，观众早晚都已经演唱错。不是，我刚才自己在这练了，没问题了。我对这个歌呀、啊、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我不是，那你可以再写一首吗？你不要破坏我的作品。我再考一遍啊，我先唱一下副歌，我看看是不是你啊。好。我别别别的别的慌。我憋憋憋的憋的憋的，我憋憋不是，稍等，没跑了，徐志胜，刚才有些顺徐志胜顺嘴了，你稍等，你招他老师有点耐心好不好？我憋憋憋的憋的慌，哎，有事只往心里藏，有事只往心里藏，这能听到差别吗？没有差别呀。有事直往心里藏。你如果说有差别吧，我觉得你还有预感，还有救。你如果说没有差别，那我觉得就不是。有事儿哦，我没有加儿化音，应该是有事儿，不是有事。我普通话说的太标准了。咱来个完整的一句试下。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事直往心里藏。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事直往心里藏。有些差别，我这次听出来了，真的听出来了，有点是吧？有点是不是？有点差别，有点不一样，有点。我们再试一下最难的，我们试一下第二句。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等会儿，等我也跑了，我也跑调。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话不说心痒痒。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话不说心痒痒。我再试一下第三句。别别别别别别的慌，别别别别别别的慌。哎，这个挺好的。不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窍门了，我得用手比划。啊，对，我别别别的别的慌。对对对，好，这样，我别别别别别别的慌。对不对？你这个总不能错吧？我有节奏点呀，我有手打节奏呢，不可能错的。我别别别别别别的慌。你这也太狠了，你怎么唱歌也太凶了？你又别别别。不是，你这样，肯定是你没跑了。你先练着，一会儿我复课查查你。还复课呀？先好好练啊。那老师你得教呀，我。你先自己悟，我还得改杨丽那段词儿。行，那我看广志找我练，我让广志教教我。行，好，拜拜。拜。哎，志胜。哟，何老师，没有，刚才王老师复抽查。抽查那个啊、哦？表扬我了，说我唱的很准。王老师说了，王老师说了，就是我这个歌，他感觉他当时写的时候还是考虑的多了，
说这个难度还是写的就较低了一些，看错我了。哎呀，以为我没有天赋，没想到这么有天赋。哎呀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就是因为我找到点了，你因为他这个歌他是有节奏的，所以说你得用手在那打节奏打节拍。来，咱俩唱唱咱俩那一段，你就知道我这个方法有多好了。来一遍看看，听怎么唱。不是，咱这个不是说不用唱吗？咱这个他王勉哥呀，我感觉是写不出来了。我觉得也是，咱要不自己造一个调，咱自己编一个曲。对，咱肯定自己能发挥呀。怎么唱？怎么唱？你听这个转音。怎么你不在调上？是你起高了。挺好。你别推我。你有病啊。哦，完美，好听。他不给咱曲，自己编。好听，完美。来来，再来一遍，大一遍。怎么唱？怎么唱？怎么你不在调上？哇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这创作不出来。智胜跟广智他俩单独唱那个，可能就让他俩就是插个打魂说就好了。我这怎么唱呀？我这是一句唱呀，对啊。怎么一米八五就得飞那么的狂？成哥，你别学了，我这词儿你不要打乱我。你在学那么会干啥？这是你成哥非得唱怎么一米八五？怎么一米六五？怎么一米六五就不能摸到篮筐？你这句很难，你这句调都很微妙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改成长得高呢？怎么长得高我就得非能摸到篮筐，但好像区别不大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什么区，没我没听出区别来了，除了改了词儿，说了一个字儿。哦，怎么长得高就得非能摸到篮筐？哎，行了，过了下一个。因为蒙恩跟杨丽那两段也是需要唱的，我先教蒙恩吧，因为你从上课到现在你就没有出过声哦。你有实力的一般都这样。蒙恩，你教一下你那段吧，你那段还挺重要的。好，我这段这么重要呢？怎么觉怎么忘，怎么婚后会这样？怎么觉怎么忘，怎么婚后会这样？你唱这个能别抖，感觉有恐惧在里头。你这现在情绪非常好，非常绝望，非常准。怎么觉怎么忘，怎么婚后会这样？每天九点半不到家就得睡客房。每天九点半不到家就得睡客房。可以。不是，你们给一个中肯的评价，每个人笑而不语说可以，怎么可以呢？笑而不语真君子嘛。我还是觉得不够有底气，就是感受不到你真的想绝望出发。怎么绝怎么忘？哎，对，好多了，好多。原来春哥也是讲情绪。对呀、啊，怎么绝怎么忘？怎么婚后会这样？对了，太累了。啊，杨丽试试你那个，那有点难。怎么躲怎么挡？怎么躲怎么挡？还好。怎么躲怎么挡？怎么还理直气壮？怎么还理直气壮？杨萌，看看你的朋友，他这是对的，他比你强太多了。但我最后一句我想改一下。可以。我想改成那个，怎么躲怎么打怎么还理直气壮，然后我想唱一个，哼，我就是这样。啥玩意儿？你在就是一个态度上的，我就是这样那种。他就是不在其他的段落逻辑里。对，别的都是在那儿无奈呢。哦，得是一个负面情绪是吧？对。那个我有一个万能的没写，就是。扁担怎么非要绑在板凳上？这是我之前我前面给你写的，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我就这样，怎么老娘就这样，我就要较真儿，我就想问一下板凳为什么非要绑在板凳上。可以，那我现在咋学呀？你就甭管了，然后到时候我那个改好了之后我再说。挺好的，这还挺好。刚才那段就差我那一句了，是不是把我那句给教了呀？都教仨人了，你还挺好学。不是，都教仨人了，你就顺手就教了呗。那个我可能得给你改一下旋律，因为那个特别高，我现在写的。怎么了？我就喜欢赛场。算了。
那我就是按你的那个音准，我给你改改调吧，到时候。行啊，真好商量。我们这真是因地制宜。方便，你的表情一直特别的伤心，就是。行，那我也教的差不多了，咱们集体唱一遍这个副歌，然后一会儿分头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好。憋得慌啊！一二三，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谁是往心里藏？我憋憋憋的憋得慌，有话不说心痒痒。别别别别别憋得慌，观众都已经进场，讲吧讲吧。站到聚光的中央，讲吧讲吧，否则怎么办专场？好，不错，都有很大长进。大家分开练一下。好。